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常常听到台语歌，唱着讲做稀微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稀和伊稀第一条，稀就少，西人浪生的意思，咱讲稀奇。另外喊你看，咱是讲稀罕。啊，若古早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也毋过即马医学进步，变作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八十算来是海里。另外，这里稀嘛有衰微的意思，咱讲稀微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稀罕，代表足少足特别；第二个词读作稀微，代表足寂寞足孤单，会当讲是白痴无生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这间名店前甲单拢足出名，想要去买伊的名产，总是爱排队排到热热长，看头无看到尾。这两天因为疫情影响的关系，人客变少，变甲规个足稀微。这也是疫情这段时间才看得到，算是足稀罕的场景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稀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